大家好，我是黑猫的旧配音员。相信很多新老粉丝都知道，黑猫已经停更了3天。事实上，黑猫没做视频一个星期了。最近更新的都是事先做好的，从第五幼儿园到第五小学，已经有将近470了。每个人的创意都是有限的，现在真的想法都耗尽了。最近想继续更新第五悬疑剧、第五恐怖片，但是每次在编文稿的时候无从下手。有看过我直播的新老粉丝应该都知道，黑猫哥哥每期素材真的很难打，不仅要厮杀，还要每个求生者的戏份够长，再加上编文稿、后期制作，7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个作品，导致每天都要忙到很晚。而最近应该有很多粉丝知道，黑猫只播个2小时就下播了，不是因为懒，是真的很累。面对爸爸妈妈的担心，我也很无奈，毕竟每天都熬到半夜，身体会吃不消的，真的很迷茫，该不该继续坚持下去呢？